有人物采访，因为 我觉得身边的一些小人物啊，或者一些在生活的人，他们有一些故事可以想要分享，然后我觉得这故事也挺好的，所以每一期我想说我会有一个男的或女的接受一个采访，人物采访。然后食物是我们平时有在煮的嘛，有时候我们煮了一道食物研发出来觉得挺好看的那些也挺不错吃的，我就会把它说我可以把它放进来那个 food lab 里面，因为里面有一期是 food lab， 它是每一期都会有的一种食物的研发，一些人的专栏，就是每一期不固定，主要是我觉得可能我发现他挺会写一些，或者是他有自己比较独特的想法，我就很想把他文字放进来这样子。应该是讲适合上钉的。适合上钉。对啊，从生活，因为这也是我能够做到的事情，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寻找很多开发题材嘛，但是我从生活里面就可以拿到很多可以分享的东西放进来，然后对啊，也比较真实，就是因为是在我们跟我们有比较有关系的，不设限的题材，也没有格式化的排版，才让 Something 这本小杂志的内容有意想不到的精彩。从事文字工作的秋云负责撰写，再由广告设计业的长风处理影像和排版。与其说 Something 是本杂志，它更像是这对小夫妻的生活日记，记载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人事物，让读者透过两人的视角领会他们对生活的感受。以前在杂志社上班，然后就不太想要继续那样生活，我做久了之后，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只是在写很表面的东西，或者是我不是很感兴趣的，所以我就两年前我就已经出来接案，我就有接一些文字案了。这样子工作就是两年下来，其实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个案子在哪里那种感觉。然后我想，既然这样子，不然就自己做一本吧，给自己有事情做，这样子的感觉吧，你也工作过嘛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工作的日子让你忽略了这一些生活里面的小事情，这样子会没有那么多的感受。就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，我去采访一个人，我就想说为了完成工作，然后把那个需要的写出来。但是这个我是以比较轻松去跟接一个朋友跟他聊聊天，然后他能够聊到什么，我能够拿到什么，触动到我的，我会把它写进去。因为我不想给自己压力，所以在文字方面我也没有特别的去琢磨，我就很好像在写日记那种感觉。我想要看跟写的人都很轻松。因为我看你们其实你们生活蛮自在的，有自己的步调啊，有自己的步伐呀，是会有了这本商定之后，你们会觉得它就对你们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吗？其实步调一向来，星期一到星期五他上班都挺忙碌的。基本上周六日，你有觉得改变什么吗？我觉得还是挺在进行自己的生活吧。对，是，可是就是有一个目的性而已。就是，当然他还是会会某方面的，就是打扰，就是可能讲说，我本来我是 OK 不需要做任何东西，可是我现在就必须去执行某些东西，可是。我还是乐在其中，就是想说，我还是觉得想说这个东西是有趣的，就是想说可以知道新的东西，可以认识新的朋友。因为主要他自己也很有兴趣在里面，是因为他平时就算没有做采访，他去有机会遇到厨师的时候，他也很想跟他沟通一下说，你的食材的成分是什么，或者去一个店的时候，去一间店的时候，比如说在卖一些饰品啊或者设计物的。如果那个作者在那边或者设计师在那边，也很想跟他聊多一点，主要是他还蛮有兴趣人家的概念的。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美国那边影响回来的，因为早期不太会这样子，这叫哈拉吧。就是他本来他去美国之前不是是比较安静的，比较酷安静，然后就是不太容易靠近的人，对，是比较就是人家会觉得讲说我不是很友善。现在可能有些时候因为样子不太友善嘛。对。你们年轻的时候是蛮两极，不是年轻啊，就是你们刚刚认识的时候。我不算年轻。就是你们刚刚认
识的时候是两个蛮两极的人嘛，因为他看起来比较其实我也比较爱说话，没有不会啊，其实我也是比较安静的，就是我人家会质疑我是记者，因为他说你怎么会那么安静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我可能去到外面的时候反正他比我多话，所以现在去采访的话都是谁在负责采访的工作，其实就是他是那个leader，但是他会像现在这样子参与，对，他也会发问一些问题，这对我来说是轻松的，因为我时常采访到一半的时候，虽然我准备题目啦，但是我会比较紧张一点，他会比较放松，他是旁观者的心态，所以他会加入一些他想要知道的问题，然后那些问题我觉得也挺好的，所以我就把它可以用就拿来用了。其实你们有什么想做综艺的？其实是有顾虑到他的广告市场的那一块，就是广告创业人他们很多都看不懂中文，然后我们又想要吸引这一群人参与，他不只是读者，他可以参与内容，因为我觉得有这一群人参与，他的整个内容会比较有越来越创业，有希望这样子，是吗？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想法有点不一样，想要确定一下，因为是这样子啊，就是马来西亚分得很清楚，中文、英文，那我们就想说，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理解一下，就是我们的角度这样子。我念书我是念国中的，然后我就会喜欢华文，就是参加华文学会，那间中学的华文学会也蛮好的，时常会有一些学生作品在《青州日报》啊这样子投稿啊，然后所以我中学就开始有投稿，然后老师叫我去做学记，然后他是设计，可是他设计是后来才启发的，他之前是放牛班的学生，就在学校是捣蛋的，就是一个头痛学生，就是没，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好事情，就是后期慢慢改变的，是后期才找到兴趣吧，因为我看着他去台湾，看着，对啊，台湾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自己想哦，就是我那时候发现他对美感这个事情还蛮有自己想法的，比如他用的一些东西啊。用的包包他会讲求那个设计，他会用的手表他不只是说这个是一个牌子之类的，但是会就追求设计感的东西，设计感啊，它的可能它的功能啊，设计感啊，这是他很要求的，对，然后只是去了美国之后我就发现他会学着拍照，我是发现我找他一起找长风一起做，因为我知道他有工作很辛苦嘛，下班之后还要帮我拍照，然后还要帮我排版，挺占用时间的，但是目前我也只信任他，是因为我了解他的照片，不是说你要拍得很漂亮的照片，但是你需要拍到有生活里面的故事的照片，我需要那种照片，我目前只信任他能够帮我拍到这种照片去。你们就一起要花多少久的时间？一起哦，采访我自己编排时间啦，采访就一个月的时间嘛，就是一个月有四个星期，就有八天，用八天，应该是说一个月半啦，因为我星期一到五不能算嘛，那个不能进行采访，只有星期六日，所以就五个周末用来进行采访，其中一个周末可能我空下来休息一下，不要那么的紧凑。所以我就把它编排在三个月一起，对我们来讲是不会太紧张的一本刊物，可以慢慢去做。对，三个月一起会不会遗忘，然后担心说？没有关系，还好。就很其实三个月一起，以目前来讲，可能是我们能负担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说他还算是。OK， 就讲说三个月也没有讲说到会到遗忘嘛，就是可能超过三个月可能比较难